接着来看一下吼，这个叶敏要问老师，伊讲吼，这个边麻油敢会当摕来做吼，这个边麻的类似类似块五陆种物件，啊，若是用在这个糖的部分，敢会死？嗯，这个油吼，但、就是讲啊、呃，咱咧用的时阵然后用。呃 伊即个葵花露啦吼，葵花油加洗碗精吼，葵花油加洗碗精吼，呃，即种物件伊诶原理就是讲，伊葵花油是一个油嘛，啊洗碗精啊，为什物咱会选葵花油？可能是伊迄个油内底有一寡之类较特殊诶成分，毋是讲有诶讲百种油都袂用，只会用其他他袂用一，只咱拢像迄个咱咧用诶迄个。 精炼的矿物油這，即种物件咱嘛咧用啊吼，伊也有精炼过，只要若是较安全啊，即种物件对咱人较无什么影响，即物件来用嘛拢唔要紧吼，所以呃，它大体上无一定是要，伊原理是利用油啊加一种层状致粘体吼，啊，互伊咧有一个保护性吼，将、哦、甲包起，来，甲包伫迄、那个啊、呃、咱。 诶、欸，糖诶、喔，一个气孔，吼，一个气孔，一个气孔，通常是防水，吼、喔。但是呢，咱利用迄个油，吼、喔，加着即个粘着剂，哎、啊，即马入去一瓶是清油诶，含辛苦黏咧，哈、喔，诶、欸，又一项一边清水，而且又得去来拔掉咧。所以即马迄个所在呢，就甘一个水滴，一只遐伊怎被穿开片啊，穿开就去夹着水，吼、喔。所以呢，啊，伊利用安尼一个方式，把气孔给封闭掉，吼、喔。刚刚讲是安尼的窒息，吼、喔。所以，诶、欸，即油。 這油脂咧，即油吼，咱咧全咧油吼，即葵油路也好啦吼，矿物油啦吼，啊，即、这个盐粒喷洒油吼，精炼过矿物油吼，即反正即油油剂吼，还是讲伫市面上够一个啊英文直接翻译做中文的叫 narrow range oil 吼，即种物件呢，啊即种是有一个这款诶，即、这、即、个、好高个的咧吼，反正即个油脂吼，即种以为即使用，即种是相当诶，即即普遍，啊，但是即个蓖麻油。 有一个密码碱啦吼，所以甲会当提来做即、這个啊、呃，像开像葵花油加洗碗精安尼会使吼，但是呢。 无适合吼，因为迄个你爸你应该知影，毕马油安尼黏黏吼，而且伊迄个咱咧用葵花油已经有个人足不爱用诶，毋是讲一部哈，伊讲啊用甲规个桶啊四格黏滴滴诶足讨厌安尼吼，所以因为迄个斩浊剂那是分解了，迄、那個、油不一定会分解，所以你若用着小可去割着，桶啊真歹洗吼，所以弄下油油黏黏，会足讨厌诶安尼吼，所以有足侪人其实啊、呃、就无无啥用即种物件，伊也感觉讲足烦。 安尼吼啊，所以是安尼，啊，这蓖、个、麻油更较更较好哦，更较廉哦。你爱知影即、这个蓖麻油吼啊，伫、呃、二、组世界大战诶这个末期诶时阵，日本人是则甲即种物件蓖麻吼，甲摕落家底上面内底，家底酒精内底啊，即、呃这个坐飞机诶一个用，因为阵全世界迄个要拢管制，伊买袂着石油啊嘛，啊，买袂着石油，伊会能避安怎免、安怎去慢慢烧减吼，这。 所以，就发展这种物件。所以，伫台湾用真济，这个皮毛，干这个皮毛油，摕等于日本啊，做这种吼、喔，这个诶润、欸、滑油吼、喔。这诶，当、欸、做润滑油，你甲想，这种物件是安怎樣？它一定是一个长链吼，而且伊真稳定，所以高温不见得会被分解掉，喔、要够润滑伊的功能吼。所以這東西，这个物件呢，真严啦吼。我我我我。我 我烟鬼，我知影我觉得是比较黏、啊、所以我唔知道你睇到即、這个啊，即、這个蓖麻油是虾米款吼？即、喔這個、我都较无了解吼。即、喔、蓖、這個、麻油用在虾米所在哈？为虾米工业即、這个啊，即、呃這个用途哈、喔、会那么多哈？即、喔、蓖、這個、麻油是提来洗啊，洗飞机啦，吼、喔，等于讲伊在洗无人机的时阵呢，啊，也算是一种较环保的一个，即個,个洗洁精吼，你希望去个喷喷，因为无人机管顶。 伊诶，足作迄种，伊诶，田吼很特殊，所以袂使，袂使用啥物有诶无迄种清洁剂吼，所以啊，你诶清洁剂嘛足贵，所以用即个鼻毛吼去甲喷喷喷咧，啊喷喷咧，伊也有一款物件伫会含伊胶做位吼，咱甲去改洗掉，甲你洗较会起来吼。所以即满目前就是讲伊用上侪吼，伫工业用途应该是摕来做即个飞机吼，啊，因为即个伊迄种伊。 因为呢，伊著是迄个粘性吼、喔，伊个足管的，诶足黏诶吼、喔，应该是足黏，而且伊迄个凝固点很低吼、喔，啊所以伊简单来讲著是讲耐耐冷又耐高温啊，袂结冰吼、喔、啊，所以这是其他诶，即个油脂吼、喔，是较无法度去。 去取代诶，一个即个所在，所以即马改伊啊，提来做即种诶一个吼，包括有当时啊，伊也去啊做啥物其他用途，迄我都唔知影。但是即个物件用伫即个飞机诶，即即种工业用油用伫即个飞机诶清洗哈啊，即种呢，即大概呢就会比较多了吼。所以到目前为止呢，吼即。 腰腰有有够有咧用啦吼，所以呢，这通常是安尼吼。那伊即来对，的是讲，诶、欸，讲啊只，讲只这拢无讲到，伊即个摕来食，因为食到老晒吼、哦，这这物、个、件，蓖麻碱呢会拉肚子吼、哦，这不要开玩笑哦，这较早你若是像阮你阵呃读册时阵吼，这高中大学较早。 你生诶遥控飞机，遥控飞机伊用诶迄个油，著是利用即种甲醇之类诶，吼，就讲、是、即个有呢，阿兰蓖麻油做润滑剂，吼、哦，兰蓖麻油做润滑剂，迄若是去，小不小心去食着，吼、哦。 啊，听说很毒啦，哈，会拉肚子。但是我我觉得倒是还好，因为咱不可以提来甲啉啦，吼、啊。啊，这种物件就提来用在制作者，哈。所以大致上是安尼啦，吼，就是讲这个用途，吼。这目前就是讲，啊，包括因为一这物件就是伫这几年这润滑，吼，因为它是其实它是很特别，吼、哦。这物件以燃点，吼、哦，燃点足悬的，吼。比如讲，你要甲烧五百度以上，要佫袂变质，袂燃烧油哦。 哦，非常耐高温呐！哦，这种物件非常黏度很大，非常的耐高温。啊、呃，不过就是讲这的应用哦，所以有一寡这种哟，吼做润滑油、做什么刹车啦、做什么吼这個、啊，真制吼都还还用这个东西来来取代吼，这物件甚至。 包括利用这些蓖麻油有去衍生吼衍生作者这种啊，这类、個、润滑油、化妆品啊，啥物款，但是都没有拿来用吃的，吼、哦，这通常都是以用的这个工业用途，吼、哦，在、這個、工业用途，吼、哦，所以这样修 啊，要注意一下尼吼，所以基本上，吼，基本上呢，啊，就是讲伊诶一个即个用途吼，相当诶一个即个块吼，即伫工业上并，咱比讲咧做车床吼，车床诶时阵是毋是？等下物件铁啊甲铁啊咧烧，嘿产生高温，变怎降温，屁马药吼，屁马有个管类，伊个五百度、五六百度伊要未未燃烧啊，吼、哦。 啊、呃，所以呢，这物件都提安尼来用，但是伊就是会拉肚子，所以这物件你要改伊，呃，你要改伊药吼，算，刚才来讲啦吼，讲你要改伊这个做亏乌路是唔是爱去加洗万精，也做念的，你能够给他适当去改伊用亏吗？哦、呃，所以呢。 我唔知样啦吼，就是讲我我不晓得你讲我多去改伊去改泡会亏啦吼，这上重要是伫这所在你这作点的吼粘性很高吼，呃，所以呢，这应该是不适当啦吼，因为咱咧做这个啊、呃，要做植物喷洒咧用，通常伊的粘性上好的是卖伤过头悬。 粘性不要太高，啊，伊就较较容易散布嘛，比较袂安尼黏，较黏吼、哦，所以也当做均匀诶，會形成一个油膜，形成一个即个许、哦、吼，啊，去甲植物做一个保护啊，我感觉呢起来就就很好哦，也好过对较好，啊，即、這、无、個、法度。 哦，所以效果应该是不好。我个人的看法是安尼点着哦，啊，就讲、是、伊这个原理，咱咧用做这个葵花露啦，咧用油剂咧转这些物件的时阵呢，都是要比较轻直一点的油啊、哦，有这适当的这个这个范围吼，嗯、哦，糖哈、哦，这加落干会死哈、哦，糖加到这個、有可能你咧转你的贵龙。 啊，迄个共拢塌掉诶，也是讲全部先来处理，也是你根本都搅无散，也是可吼。这搅花麦啊，反正是搅即个粘着之类啊，水甲用落，伊著变安尼疙疙黏黏吼、哦，变一点那种球安尼嘛，不会定吼、哦，啊，即、這个不太容易溶啦吼。即、哦這个物件呢就没有那么简单吼、哦、啊。即、這个糖毋是会有一个呃虫，好像对它比较。 嗯，那然后抓到，因为要抓到的这个机会吼，要抓到的这个机会呢，应该不大啦吼，就是讲啊，所以可能唐呢，是不是有去做这個事我相信应该是有有迄个台唐的这个能力吼，他应该会有杀，因为这物件啊，还是有这种这个未毒的解、這個，这类血吼，但还是有这种啊，这类物件吼来用吼，啊，但是这個。 诶，伊即啊吼，即啊伊是用伫大陆吼，有人用即个密码，即个号啊吼。 伊毋是用伊个油吼，伊用那些油啊去伊做即种未来载体，迄个蓖麻碱吼，著是讲伊毋是用油啦，因为用即、這个，但是伊用油用一个蓖麻油去做载体，啊，然后用这个油来用吼，这确实是有即款的这效果吼。那么，搁有一种吼，著、就是讲伫即个台东改良场，因改先有去甲试过用即种。 蓖麻油吼，啊，蓝樟脑油这种，等于讲卖全部拢用蓖麻油安尼吼啊来用啦吼，但应该是有这个许个，搁只个就是讲真正要杀虫，应该是伊个蓖麻碱吼，伊个碱，迄种物件可能是伊个较无用，所以目前来讲吼，这个蓖麻碱吼，算讲是一个啊咱真济吼提来的应用的一个，即种植物源的解剂杀虫剂吼，所以它应该是可以用的啦，吼，应该是可以用的，但一起。 看买啊只吼，但是呢，是毋是也粘性，<music> 是毋是我都去克服，可能是咱修身来去解决来解决问题吼。啊